期盼的新一代台铁制售机将在今天公开亮相。那相信它的推出呢，能为我们的旅客呢提供更有效率、更直接的购票体验。今天大家在体验区都能感受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新一代台铁制售机的四大亮点。首先，在我们新美学上。启用，好，谢谢所有的工人的用心。这是选出车次，是查出车次了，所以我就挑选出车次。了解了解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那你可以回归到这个主题的首页吗？或插入信用卡，交易进行中，请勿离开，请取回信用卡。票券列印中，请稍后。票券列印完成，请取票。チケット右下のバーコードをスキャンしてください。チケットのバーコードスキャンを続けるか、チケット払い戻し、チケットの文字側を上にして挿入してください。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哦。
入時使用の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かざすか挿入してください。決済中カードを動か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お支払いが完了しました。チケット払い戻し証明印字中。先生哦，体验不收费哦，欢迎做体验哦，欢迎来体验看看。台铁最新型的售票机，欢迎免费做体验哦！体验完可以获得我们的纪念车票。